大家好，我是楚小青，今天来吃日式炸猪排。那我们可以搭配白饭，然后我们会遇到两个选择猪排吃。那我们的高丽菜丝呢，比较这个小点心里面搭配白色的芝麻酱，跟右边绿色的肉香香玻璃罐，然后可以蘸着吃。那我们的高丽菜丝配豆跟萝卜，配中间的青椒，这样可以将就吃完。OK, 谢谢。谢谢。我们今天来吃什么？这家叫什么？圣伯店。OK, 这边有请。他招牌是日式炸猪排。太晚拍了，我要吃完。没关系啊。这个方向比较好。这个方向。那个酱流出来。哇、wow.这里，我的更不错。你的这是什么？我这是铁板什么？铁板猪排。铁板猪排。我忘记我这是什么。我是小哥。你可以帮他做一个名字啊。葱、欸。你看他有柚子，然后葱烧什么东西的？对啊。对啊，你就帮他取一个名字。又香。没有了，没有又香鸡腿，又香。不要乱取名字啊！开动哦。有猪排，很厚，咬起来很扎实。鸡排比较嫩，两种都蛮好吃的。一个船，然后加一碗那个，看起来蛮漂亮的。因为有两种，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？可以加另外一种吃喽。我上次也是两种都吃。里面有四季豆的感觉，这种味道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。没醋，反正吃饱之后啊，没醋吧，好像讲没醋。他会送这个没醋，然后我喝看看啊。酸酸甜甜的，不会有那种呛的味道，我有说过吗？蛮顺口的，有时候好喝。干杯！刚才说这个是什么？梅子醋。梅子醋，梅子醋。好。顺佛店。对啊，日语是什么？日文呢？比较吵。日文吗？嗨。大家好。刚刚圣伯店日式炸猪排用餐完毕，然后到地下室二楼的地方看到，感觉好像很不错，就买回来。我们看看这个我买了什么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买了这些。总共是六种不同的口味，大家猜猜看，我想要先吃哪一个呢？这个很美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是想要先吃这个，可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吃这个最美最漂亮的，那它上面还有花哦，很漂亮，感觉是不是很可口很美味。好，那我就先来吃吃看这个咯。而且草莓啊是季节限定都哟。好，花很新鲜，那我就吃一口看看啦。
讲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 OK， 它的面包有点干，它的牛角面包有点干，没有想的那么好。那我再咬看看这个，这个就比较好一点，外酥内软，然后搭配这个草莓跟这个奶油，吃起来还算蛮好吃的。再来吃，我感觉这个是最好吃的这个，来吃看看。这个是布丁条，吃看看哦。布丁条，它这个面包没有像刚刚的那么干，可能是布丁有点暖暖的，所以就比较湿润，吃起来就还不错。再来我们试试看这个珍珠奶茶口味的，珍珠奶茶，那个奶茶的味道还蛮浓的，珍珠也 QQ 的，还不错。这个芋头口味的，里面有包芋头，那我就来吃看看咯。这个口味吃起来最不起，这个看起来最不好看。这是不是？这个不是？这不是芋头啊？我以为我是吃到芋头，结果不是。它是牛奶糖口味的，蛮好吃的。所以第一个这个最漂亮的是最，我个人啊。是我个人的认为是最不 OK 的，可能是放太久还是什么，还是这个就感觉比较干。全部这个最好吃。大家如果有去星光三月来吃吃看哦。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